后面再讲说，弥陀大愿普度众生成佛，为见此大愿，故大开法藏，广施无尽功德所言无上之宝，即此信愿持名之真实法宝也。的的确确呢，偶遇大师所提倡的信愿持名，这是真实的法宝，它也是呢无上的法宝。我们能够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的相信那边有一尊佛阿弥陀佛，真的相信念佛可以了脱生死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是这个世界最有智慧最有福报的人。同时我们也要相信呢，这个娑婆世界是假的，这个地球不可能永远存在。它有四个过程吗？生住意灭，成住坏空，生老病死，这是我们有情众生无情众生都要经历的过程。说法不一样，其实那个仔细看都是一样的，到后来是什么？全都是一场空。所以忙了一辈子，原来是什么都得不到，只能够得到我们所造的那个业。而那个业呢，看我们是造的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好的就再去三善道投胎，不好的业呢会把我们拉着去三恶道受报。有智慧的人他造什么业呢？就是偶遇大师所提倡的信愿持名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，他真的呢老老实实的称念这句佛号。如果说我们对于净土法门还是有疑惑，那就应该要多读无量寿经汇集本，多看念老的这一个注解，多听事务上人的这个播经机，还可以看呢印光大师文钞全集。其实在这个时代呀，印祖的文钞很值得我们大家深入。我们也希望这个道场啊，有哪一位同修发大心，专门来跟大家报告印光大师文钞啊，纵然不能够我七册都讲，至少要讲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那个这个单行本，它的分量不大。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什么，当做佛经来看，真的篇篇文章都是精品，写得太好了，帮助我们建立信心愿心。后面进一步说，住于念佛者心印不坏，实为一大藏教之眼目。这就把这个念佛的地位凸显出来了。你看念佛效果这么大，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念佛呢？为什么还要打妄想呢？那为什么我们佛号虽然每天念效果不彰呢？问题出在哪？还是在于没有把这一句弥陀名号的功德搞清楚，没有把极乐世界的真相看清楚，没有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本来面目搞透彻。那怎么办呢？唯一的一个方法，现在最好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要多读经，多看注解。看了佛经就知道阿弥陀佛是什么样的心呢？希望我们大家赶快去极乐世界早点成佛。真的没有一尊佛菩萨是希望我们在六道里面继续轮转的，他希望我们能打个比方，今天学佛今天就去极乐世界，那是最好的。今天听到净土法门，今天就
哎呀，成就念佛三昧，这个殊胜啊。不过当天就成就的人，那真的是太稀有，太稀有了。一般人他修这个法门大概多长时间呢？3年。你看我们现在福报多大，五经一论全都有啊。还有这么多的历代祖师给我们写的注解，帮助我们了解经论里面的方法、理论、性相、理事因果等等。那接着就看我们对于这些经教注疏，是不是能够做到一门深入、长时熏修。的的确确，此地所讲的这个信愿持名，它是一大藏教的眼目。一大藏教就是世尊所说的所有经教，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，它也是什么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的重点。真的到达极乐世界啊，什么都圆满了，我们还在这边呢依依不舍，这个也放不下，那个也扔不掉，到后来受到伤害的是谁呢？还是我们自己，没有智慧。持名念佛时，即是心印放光时，故云一声佛号一声心。一念清净心、真诚心、恭敬心念这句佛号，效果就非常明显。什么明显呢？能够放光。这个光我们自己看不到，别人也看不到，但是佛菩萨看得到。那个有天眼、法眼、慧眼、佛眼的圣人、天人，他们就见得到。当然我们念佛也不要太在意哦，别人有没有看到我们放光，我们现在最重要是什么呢？只是名号就好了。你还要去计较我有没有放光，还到处瞄看了半天，你不又在打妄想呢？不必管他，专心念就好了。故大集经曰，若人但念阿弥陀，是即无上深妙禅也。这两句话，很多祖师大德在他们的著作里面呢都有引用，这就证明它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在座的同修当中，有人是喜欢参禅的，您看了这两句话作何感想？念佛是什么？这是佛讲的啊。佛说呢，念佛就是在修无上深妙禅。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漏匠老法师，人家是比较晚出家，40多岁才出家，这一般人讲嘛，半路出家的。但是他有一个很可贵的地方，就是他做到了6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念了3年，最后呢，站着往生，还站了3天3夜。所以他修的就是真正的无上深妙之禅，瑞相稀有。于上之余，若能信受，即是蒙佛深恩。对于前面的这些开示啊，果真能够信受奉行的人，他是得到佛的深恩。其实佛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能够把这句佛号念好，早一点成就念佛三昧。